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大家应该都听说啦，传说对决即将跟猎人展开合作，联动的角色就是纳克拉兹、银咒跟洛伦。不知道各位最喜欢哪一只？我一得知到啊，奇牙是跟纳克罗斯合作，我真的超兴奋，因为我从以前就超喜欢奇牙的角色。可是很靠背的是，他合作的角色是纳克罗斯啊。虽然在一个月前我是开始练打野了，可是呢，我知道，你们不用多讲，我的纳克是真的很菜，但是为了这次猎人的联动造型，我真的想要再多练一下纳克，所以从零开始打野纳克篇。OK， 我们今天直接排位打起来。来抓来抓，可以抓可以抓。小心敌方在草丛埋伏。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。完啦，老哥，没啦。敌人消失。You have been defeated。凯瑟被击败。干，打不赢哎。靠呗！哎，纳克前期一只角色都打不赢啊！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干！哦，女塔正在被攻击。老哥，我挺你。哎哎，你听我啊，靠呗！投吧，不想打了。稳住，我不怕。Nice, nice， 有感觉了。顶到顶到。还想跑？处理起来，再来一个。这卡莉应该想删游戏了。哎，怎么一颗头都没有啊？我操，这兔子五杀呀！我方凯撒库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。
哇！太凶了！哭啊！干，我被嘴了。抱歉，主播是真的烂啊。一波 GG， 幸好这把没输啊。你这悟空很嘴，赢了还要嘴对面。往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方魔龙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这古墓，哎，古墓要顶进去啊，顶进去，靠腰顶进去。我大不顶哎，碎碎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啦。这个人在睡，这个人在睡，他在买装哦。处理起来。要拼吗？要不要拼？哇，裂开啦！摩托斯，撑一下。哇，音乐十秒。我方基地正在被攻击。My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Just a double kill.好妖，哇，这么强哦，好猛哦！